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又有点想玩 Apex 了，分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CS 战神的小讲解，地图是山景别墅，开局给碧云换一颗阵。卧槽，王幺六，这么猛的吗？王幺六，看看他枪法如何吧。啊，算了，好像也不怎么样。不过幸好对面更马，来话了，队友在门口掉包了，二楼有翻墙的声音，他没听到吗？不会以为在中路吧？好的，要来二楼了，脸上有人，没打掉，甚至没打中一枪。上马输了，然后这一回合。开局来楼梯架上面，怎么敢这样架的呀？要不有人他不就死了吗？神他妈四个人都在楼梯，代表的队友顶在最前面，然后另一个队友直接跟到对面家里了。这开局的站位就告诉了我，这把不简单。是打四，他想打 A 吗？翻上来，要不有狙？好的，狙先空一枪，又空枪了。对面这局敢不敢再空一枪？哦，好，他甚至都不开枪了。只要我不开枪，我就不会马枪是吧？队友都下来了，四打二，进牛脚步。啊，这人进一包切枪是什么操作？家里队友死了，在家里死掉了最后一个人，这整场打的就给我一种十个人玩的只是幺六的感觉。来看现在回合吧，看这样子这把是要打 B 了，跑之后有个人没看到吗？好的，看来真没看到，左边有人，这枪马的直接把一个队友害死了呀。不往 B 点进了吗？往中路跑了也行吧，因为这波打 B 太拖了，现在进 B 对面回防的人都到了。中路没有人，想点金库吗？来当老六了，对面好像也没有发现他，可以的，在这位置必干大事啊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当你自己放了很多失误时，只要对面放的失误比你更多，那你何尝不是没有放失误呢？又打死了一个，这把赢了。来看上半场的做一把，来泳池，很敢啊，这样就道具加金库，打了个14，再滑闪看 A，打了个32，能不能把这个幺六晃了呀？这打的看得我真的是头大。近点又有脚步，打掉一个，这波竟然活下来了。队友也收掉了另一个人，3打3，现在把包捡了。后面断我的队友死了，2打2，现在没有选择下包，很好，就是待在这位置吧，不如去前面死角。外围有人，收掉。我怎么感觉对面连路都不会走？下包，另外一个队友也挺会玩的，从前要到顶上去帮他架枪了。听到近点有脚步，把最后个人收掉了。来看换边吧。开局来金库架泳池，没有看到过点，旁边的队友卧槽，直接翻出去了，这么勇啊！他为什么翻出去又从 L 墙翻回来了？不是，我这有点看不懂了。架一楼梯，有人出来了，对面的狙枪法我真爱了，看他现在是要顶 A 楼梯了，收掉 A 泳池还有动静，对面可能还是要打 A， 金库给了个这是雷还是阵？哦，是雷，收掉了个头架泳池，天哪！对面的狙真的打不中他呗，那个狙被队友收掉了，这把赢了。来看现在回合，这把又来金库了，看到他拿幺六架泳池我好慌呢，这么远的距离真的很吃枪法的呀。不过好在也没人，B有个队友死了，接着架泳池 ，B 又死人了，我操，刀了一个，回防的路上还顺便猝死个人是吧？要打四的回防，原地有人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牛逼吧？对面在 B 点下包了，居然有人。不是，对面的狙真就打不中他呗，他身上是有什么魔力是吧？还带了饰品，免疫狙击伤害是吧？来狙二，今天就死了，有个人在黑车打死，鱼尾都出来了，就有个人在狙二，他出来的样子怎么感觉是不知道就有个人在狙二？算了，总结吧，下游标准看懂。换弹掩护，发现炸弹，发现敌人。好的，各位评委老师可以给分了。新版的下标准下降更低了，再来说下我的评价吧。今天最凶的枪法只能给到真人 T3 到 T4 的水平，他妈其他枪枪法可能会更好点，但既然敢玩16，那枪法马的时候我也不会仁慈的。再来刷意识，他意识其实挺好的，我觉得可以给到真人 T2 的水平，会补防会配合队友，知道什么时候啊？
今天没有趣味时刻了，这波就是趣味时刻。所以我刚才想要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就是他也知道什么时间段该在什么地方。他整局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枪法没有什么 A B C D 数，他的16打中距离都够呛，他竟然还想打远距离。我说实话，对面枪法但凡好一点，除了近距离，他中远距离用这枪，然后还这枪法，真的被爆锤。好啦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，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